火箭少女101正式代言腾讯视频，这份月考答卷你还满意吗？距离创造101决赛落幕刚刚过去一个月，可是感觉观众已经空虚好久，再也没有薯片鸭脖相伴的周六夜晚，再也找不到孜孜期待和投票时的狂热心情。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女团创始们人见证了自己的心头宝出道成团再次亮相，所有人都在等待女孩们的成长和进步。就在最近，火箭少女101正式成为腾讯视频代言人，并为腾讯视频拍摄了品牌 TVC， 用真我的演绎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。TVC 当中的他们化身追梦少女、陌路姐妹、一起朋友、失意青年，把青春的每一面模样都刻画得生动贴切，也用努力和实力回应了质疑。这部片子展示了八个年轻人生活里经常遇到的场景：分手、被房东赶走、搬家、追求自己的爱好却不被父母认可、而合租宅在家里忍不住吃泡面又想着要减肥、看到其他同学被欺负、在重大场合时紧张怯场。每个片段重现一部经典电影里的台词，电影中的回应与生活里的困境遥相呼应。总有回答青春的一幕，那些我们看过的电影，熟悉的台词，给此刻迷惘的我们注入一份坚定的力量。在这支 TVC 里，火箭少女101呈现了完全不同的角色，但你又能在他们和角色之间找到巧妙的融合。小七赖美云饰演不被母亲理解的二次元少女，常常在外偷偷排练到夜深才敢回家。回到家后，她遇到守株待兔的妈妈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就在这场戏中，女孩的无奈、愤怒和不被家人理解的痛苦被赖美云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而这段戏，赖美云是一遍捅过的。TVC 当中，母亲摔掉她的表演道具，恨铁不成钢地说：“你已经25岁了。”她坚定又倔强地回应：“我才25岁，我可以成为任何自己想成为的人。”恍然间，我们能将面前这个少女和赖美云本人重叠在一起。4年前，16岁的赖美云拿着 SNH48 47升中式通知去到上海，在此之前她已经落选两次。后来她辗转在电子国风 SING 女团出道，又凭借创造101成为了大家所熟知的火箭少女，这一路的艰难只有她自己知道。为了能有打歌的机会，她要大夏天套上厚重的布偶装，玩闯关游戏时被道具从3米高的台子甩下水。但赖美云始终无所畏惧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：“我不知道成功会不会眷顾，但勇敢的人一定会离成功更近一点。”杨超越的片段则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。剧情里的杨超越就像青春期的我们，看到同学被欺负，害怕、犹豫、懦弱、
忙不迭地低头走到角落，假装成一只鸵鸟。纠结后，他却一把推掉了自行车，跑回去救了同学。我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，让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我而有一点点不一样。这段出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台词，似乎也映射着杨超越自己的故事。在创造101中，杨超越无疑是个艺术，她没有基本功，不会唱跳，乐理知识储备为零。她在节目前期最常说的两个字是害怕，经常因为流泪哭泣的镜头被网友撕。高人气、低实力带来的争议，以及村花的特殊身份，让他始终站在舆论漩涡的中心。他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流量，每个自媒体都开始列出1234来剖析杨超越现象。杨超越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粉丝的爱和舆论的关注能载舟亦能覆舟，他却成功的将人气从开端维持到了决赛，顺利出道。除了幸运，最重要的还是成长。他知道自己实力不足，就每晚熬夜练舞，为了不给组员拖后腿，就努力打着拍子练歌。他的心态也从害怕惶恐转变为勇敢自信。他说，这是我粉丝给我投的，我就能坐在这里。他的害怕与犹豫，他的努力与成长，所有人都看在眼里。杨超越真的超越了自己，真正的不负青春。 TVC 里的故事还有很多。在这里 Sarni 挂掉了恋人的分手电话后，偶遇一只流浪的小橘猫。当他不知是对昔日恋人还是那只流浪的小猫，落寞地说出周星驰喜剧之王里最经典的台词，一句我养你啊，真的忍不住叫人心头酸软。为了这个片段，Sarni 从凌晨拍到了天擦亮。从前都是演喜剧的他，面对分手戏刚开始还有些忐忑，但是当镜头推进，说完那句我们还是做朋友吧， Sarni 特别自然地落泪了。在这里， Inarmi 和段奥娟是一对远离家乡闯世界的姐妹花，年轻的脸上有迷茫也有桀骜，但更多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不服输。这一次我们终于看到了火箭少女101更多的可能。他们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告诉所有人，女团不仅仅是唱歌跳舞。杨超越举重若轻的表演和赖美云一变过的实力都让大家惊喜。 Inarmi 是演的坏孩子也极为传神，眼里绽放着对未来的期待光芒。